从何处去让我别收，就去让我地里奶奶住着够了。这是嘛病人的特色，哪个不会？干了好不去会弄那个，就是像么这个有那个贵母的，黑八大路吧，八大路，就他妈自家的。哦，这个先把它清洗一下哈。先把落落好了，时间紧，然后就把它上九楼子九了，这就是后腿楼啊，就是后腿楼。哦，你们家用的全是后腿肉哈、哎？全后支个楼啊，就是细楼啊，后腿楼或是瘦楼，后支个不？美女，你这个说话是正宗的苏北滨海话哈？滴滴落落的滨海话，大点不像、啊。这边大概有多少斤肉啊？这边大概几十公斤嘛，都塞这边。现在就是要把它分割一下哈。哎，分割好在忙，上九楼子喝酒，为这一大锅挺大嘞。这后厨基本上还是瘦肉，先把放过筷子。哦，这个一会儿还要加点肥肉在里面哈。哎，加点肥肉，没花瘦的不多钱。那正常这个肥瘦比例是多少呢？瘦的嘎就19比例，肥的嘎就200比例，看你喝不喝起哪一种口味吧。啊。就。其实我感觉要带点肥好吃。嗯，带点肥，油了不了不得。对对对。你这个肉啊，都是新鲜的肉啊！哎，就新鲜了，不用冻了，没得那个用冻了。现在这个肉便宜？还好啊，不怎么便宜。正常的话有10几块钱一斤的。啊。哎，没得就后腿肉，就瘦肉嘛。膝盖的话，它会有那个淋巴了，是的，不一样的，品质不一样。像你家正常啊，一天能用多少肉呢？10几斤肉。一天几千斤啊？每天用10几斤肉呢，没就够多个阿姨呢。啊。嗯。没一人弄么个鱼啊，主要是做切的一类哦。这个是纯肥肉。这就是肥肉变的。这个都是按比例参进去的。有的人呼吸瘦的，有的人呼吸肥的啊。中午年流了，这个棒称个40几斤，不弄个不要紧。先搅这个肥肉哈。哎，把它有九人垫子呀，有9个6个呢。这个要搅碎哈。有9个6个呢，这个嘛就按比例一分换的，一分也不是斤，就直接肥肉。啊，这个就等于是瘦的了。啊，你这个瘦肉啊，跟肥肉还不是一个机器搅的。不一样哦，这个就搅的漏皮的。怪这个厉害。这个皮啊，每每的用那个漏皮弄出来，这个皮。就搅成那个条状的就行了，这个就可以了哈。对，一条一条的嘛。现在要把肥肉掺进去。哎，肥肉丢了不不了。这种应该拌进去看不到肥肉了。基本上很弱，女的就呼吸瘦的，男的呼吸肥的，一包油了不了不得。这就要兑料了。对的，这个嘛就是一分分把它调好的。这料都是兑好的，就是50斤的比例哈。哎，50斤比例往里倒吧了，拼酱。滨海话拼酱。拼酱拼酱。吃花我的，料酒啊，还在香油这去，这里面香的，这里面就是料酒香油。每个做的口味也蛮低落的，炸开不过了，拌。现在就把它拌匀了哈。嗯。美女，你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？你光听那个多年，从何处去让我别收，就看我弟弟奶奶做的够了。啊。这是嘛病人的特色，哪个不会？干了好不去会弄那个。大大悠悠嘛，帮俺就做这个剩的，有个直播干的。下面这个有的啊，贵母的这个呢，黑八大路吧，八大路，就他妈自家的。美女，你进来有30啊？五个你了，三顶了，三到不了，下到30了。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，一楼围了，然后就上支支去工厂了咯。那你这个不需要腌制啊？不需要腌制，给它搬老围了就行了。喂，这根是够长。扯嘛嘛，这是太长了，要把它打个结。灌这个也要有技巧的。对，这个要你们大家做呢，把它那个经营你不管治理哦，就把这个看着不了，这个它超不适合均匀。你们家现在有几个口味啊？4种口味，有肥的，有瘦的，还有熬酱的，还有那个嘞糯米香肠啊、辣香肠水果。像你这个一个人啊，一天能灌多少呢？这个就要晾晒了哈。哎，慢慢往刮，不能把它出灰的了。你们家这个香肠都不需要打结哈？不要打结，就这样塞，打结费事。
因为嘛量太大了。现在这个香肠是怎么卖的呢？这个没啊，正常的话40块钱左右斤嘛。啊。嗯，就晒干的价格了。像你们做这个也有季节性的哈。哎、啊，这个要天冷呐，要零下晒。啊。天热的话不好晒，天热它会发松的。这个香肠它是一冬一火吃。哎，你这个厂啊，看规模这么大，总共投资多少钱？不能说。啊？不能说。哦，不能说。在我们这边还可以吧。滨海香肠这边这个食博这块的是出名的啊。滨海香肠嘛，特色。这个是晒了多少天的呢？这就是七个天样的。那、啊、这个就行了哈。哎，这个就够瘦，马可以切切打包，啊，嫩嫩的。去回来再改了不？厂里上总共有多少斤香肠呢？厂里的大概有500斤嘛，市场需求量还是蛮大的。啊。纯肉肠火起来了。这个就是苏北有名的滨海香肠，他家呢目前啊是有3种口味啊，这个是辣的，还有一种呢就是五香味的，但是它五香味的它分2种口味啊，一种是瘦一点的，一种是肥一点的。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肥的，我感觉这个肥的应该是比较好吃的，哇，来，滋滋冒油啊。它这种呢就是那种咸鲜味的，基本上吃不到什么大料味道，而且呢吃到最后啊它有一点点回甜的感觉，哇，特别香。这种香肠它灌出来呢，它不是那种小碎肉丁灌的，全是那种大块。再来尝尝那个辣的啊，这里面明显就能看到那个辣椒粉红彤彤的，这个一口咬下去明显就是那种川味的感觉，麻辣的，喜欢吃辣的吃这个特别过瘾。像我们苏北人啊，正常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五香的，这种五香味它吃起来能吃到这种肉的香味，哇，非常棒，太香了。